坐住嗰個golf car 嗰度出場咧，係覺得自己好似有啲王妃啊，好似王妃，係啦，即係好似哇，宣傳啲好犀利嘅事咁樣嗰種感覺，我覺得有一種好被戴上光環嘅感覺，係，所以我唱喺上面唱歌係特別開心啊，係啊。之前係咪影到你又而家即係有新車同埋？呢個貴價車唔係我嘅公司嘅，咁係sponsor 嚟嘅，即係會要還嘅。其實都揸咗成年啦，咁我差唔多要還啦，自己要再揾車咯。Facial 都係 sponsor 嚟㗎，係啊，咁我都好開心。大家咁關心我啦，同埋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新聞，即係覺得啊，我有進步到啦，咁係一件我每年都想發生嘅事咯，係啊。即係而家啲財政各方面真係好咗好多嘅。我覺得可以接受咯，係啊，咁啊希望可以好啲啦，新嘅一年咁啊，嚟緊都係野心會大咗嘅，咁係會希望可以。即係會有自己嘅音樂會啊、演唱會咁樣去舉行咯，因為係好難一件事，但係想挑戰一下咯，睇下有冇可能係今年可以做得到咯。係咪想紅館啊？我希望係熱新鮮嘅，即係我覺得一嚟就太大個場，我自己都想有一個比較啱我嘅場先咯，係啊。而家呢段時間都係好多做運動，係啦，咁就多啲練習啊，多啲做運動啊，咁樣去即係 ready 自己嘅心態啊、身體啊，去希望可以迎接呢一個機會咯。咁啊，老闆嗰個口氣有冇即係都覺得好大機會啊？佢真係第一句話睇我身體狀況嘅，因為我好似我上次一病，我病咗兩個幾三個月，即係一直都未清，而家都未真係清曬。係啊，咁佢所以話你真係要好好養好身體，因為你一個演唱會，你一唱二十幾三十首歌，你唔係話可以譬如我幾首歌咁樣頂咗佢係唔得噶嘛，咁所以要真係個 ready 嗰個體質好好，體力好好，咁即係我而家又要見可能一啲營養師啊，或者一啲嘅教練啊，去 train 各方面嘅嘢咁樣，希望可以即係不久嘅將來咯，係啊。